想变成粉末。也曾经莫名执着，不顾什么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打球？为我自己。那你自己要什么？成为你。我想要成为你，却怕失去自己。我是由我自己雕刻，因为我来过，泪笑都是我的。别害怕坠落，回的天总会清澈，用微笑。别了，好吧，好，行了，只要我们能坚持到第五题，我们就有机会。